你来让黑黑跟你放电。家人惊喜现身，忍不住的泪水让全场也都感动哭了。爸爸比较严格，他其实很不太支持我走这条路，不太会关心我，就是各个怎么样，比赛怎么样，然后也没有来看我的表演。我觉得家庭的事情真的是最难解的。你有跟他们说你们怎么没有看我表演吗？对啊，你也没有提啊。好啦，哎，怎么一回事？抱一下。有了杨丞琳暖心的拥抱，偶像女团养成节目《另一个世代》的第五二，杨丞琳抽空与选手们谈心。其中敌人之间的黑黑难过的说：“爸爸没来看过我的表演。”一席话题的导师与成员的心里决定偷偷邀请黑黑的爸妈到现场，送给他一份大礼。我觉得他跳舞很棒，以前没有注意看。来，我们那个电视机好好。你戴着面纱也有放电哦，眼睛就够电了。那你示范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找一个人来示范。好。这是黑黑的爸爸，他的父亲。是爸爸。我看到我的亲爱的朋友了。是爸爸。我看到我的亲父。台上台下哭成一片，同为烈焰之心成员的葛晨宇也想起了自己的爸爸高凌风。其实也觉得蛮羡慕的啦，就是觉得说，哦，自己的爸爸来看自己的表演，然后给自己一个惊喜，这样子，我觉得是很羡慕的一件事情。正要觉得有点难过的时候，就是我的队友们，就是他们看了我几眼，然后默默的可能牵起我的手，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在我们没有言语的情况下面，他们。我的队友们懂我，然后了解我的心情，然后他们给我无声的鼓励。我看黑黑爸爸出来的时候，我哭死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想说，哦，我也好想看我爸爸。所以爸爸是有跟你们住在一起？我爸爸已经过世啦，一直很想看到他。我昨天也梦到他。我觉得他很棒，真的啊。嗯，是。你是一开始就非常支持他去想去走这一行吗？还是是不支持的？哎，我支持他。嗯。他要骗人，其实平常他都会，就是有点不甘愿的让我去做的感觉，所以我会觉得他就是其实没有这么希望我去往就是演艺发展。我之前跟黑黑聊天聊过，我感觉他其实也有很多事情不好意思跟你讲，他怕他开了口会被拒绝，或者是他会体谅你的工作，体谅你的心情。可是我。也知道原来黑爸其实也在等黑黑开口，对不对？是，是不是两边都在等来等去的？可以多鼓励他，所以今天趁这机会也可以让黑黑知道爸爸是很支持你的，好不好？哎，爸爸支持你。黑黑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爸爸，我爱你。哇，太感人了。其实爸爸是非常支持你的，不然我不会说你要去练舞，我都要每天就是比你还早带你去。为了这个比赛啊，没日没夜的练习，爸爸也很心疼啊，但是我还是非常支持你。